去去办，童话里做英雄。哦去去办，热血心中流动。哦去去办，你牵上我手中，让世界更美好，坚持就一定成功。去去办，童话里做英雄。哦去去办，热血心中流动。哦去去办，你牵上我手中，让世界更美好，坚持就一定成功。比赛结束了，黑猫电击喵喵。比赛结束，比分3-0，大猫队获胜。目前只有菲菲一个主攻手，对方只要及时做出调整，就能轻松地挡下菲菲的进攻，并进行反击。而猪猪侠的精力全放在了防守上面，根本没办法配合进攻，看来需要找一位可靠的防御手来解决这个困局了。各位观众早上好，欢迎来到比赛现场。此次的比赛由开赛以来未尝败过的英才队对战开赛以来未尝胜过的小虎队。到底是英才队首尝败果，还是小虎队获得首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随机分配进攻方。猪猪侠，为了咪虎教练，我们一定要赢下这场比赛。太厉害了，英才队像机器般精确地躲过了小虎队的每一次攻击。怎么可能，我们能分析对手的各项能力、进攻以及防守路线，恒星联赛里所有队伍的资料都被我们彻底分析过了。现在的我们能轻松击败任何队伍。小虎队加油。英才队要使出他们的风暴弹珠了。风暴弹珠发射。我怎么觉得猪猪侠在被英才队牵着鼻子走啊？那么糟糕，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呢？要是迷糊教练在这里就好了。走吧走吧，超人队早就解散了。为什么超人强他们会被开除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光爱交错。好吃。结果结果，不好意思。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卖丸子的？老大，一言难尽呐。就这样放弃绝境球了，你们甘心吗？不甘心又能怎样？如果我有办法可以帮你们重回赛场呢？什么办法？加入小虎队，和我们一起追逐恒星联赛冠军。麻烦再来两份丸子。好的。
比赛已经来到了最紧张的时刻。面对英才队的强力攻势，猪猪侠和菲菲选手依然还在坚持。杨公，真正要发起进攻的是菲菲吧？菲菲！可以哼！真是太可惜了，小虎队的佯攻竟然被识破了。我们的进攻方式真的被看透了吗？距离上半场结束还有30秒，双方队伍会不会以平分的结果进入中场呢？当然不可能。嘿，风暴弹珠发射！菲菲，先得一分！哎，菲菲选手失分，英才队得一分，上半场结束。看来你们很快就要4连败了！哈哈哈猪猪侠，下半场由我来防守吧，你负责配合菲菲进攻。但是，我们也只能这样了。无论结果怎样，我们都要坚持到最后。小虎队加油！英才队加油！英才队！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双方队员已就位，比赛即将开始。请英才队发球，风暴弹珠发射。英才队一开场便使出了风暴弹珠，小虎队会不会继续失分呢？哎，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挡住多少球。不好，猪猪侠又被英才队牵制住了。呆呆，好险呐！小呆的选手差一点就出界了，在英才队的猛烈进攻下，小虎队只有被打的份儿啊！难道真的要4连败了吗？比赛暂停。怎么回事？终于赶上了，是教练。小虎队由超人强换下小呆呆。什么？什么？哼，猪猪侠，看来以后我们要并肩作战了。我抗议！超人强根本就不是小虎队的队员。根据迷糊教练刚才递交给我们的资料显示，超人强和波比已经转会到小虎队了，所以超人强现在也是小虎队的一员。什么？哼！赛事进入了戏剧性的发展，以防守著称的超人强居然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小虎队。接下来的比赛，防守的工作全部交给超人强。猪猪侠，你利用超人强防守的时间，尽快恢复体力。菲菲，你找机会配合猪猪侠一起进攻。首先，我们要从对方手中夺得控制权。大蒜、大吉，让他们看看我们的真正实力吧。没想到英才队还隐藏了这么强的力量。猪猪侠，你站我身后保存体力，我来应付他们。音速弹珠发射。球消失了。发生了什么事？是哪里发生煤气爆炸了吗？那是球速突破音障所产生的声音，现在的球速已经达到了音速。这
什么时候？啊！哎呀！哎呀！这下糟了，超人强和猪猪侠选手已经被逼到了边角，只要再退一步，他们就要失。哎呀呀呀呀！超人强，我快踩到界限了！别担心，猪猪侠，我们是不会出界的。该结束了，好！正合我意。 不愧是超人强，对手的音速爆破威力，在于速度之快，根本无法揣摩球的路线。而超人强故意退到边角，那就算速度再快，也能全面挡下对手的攻击了。啊！猪猪侠，是时候反击了！嘿，嘿，没用的，单一的进攻，还有我。 就想到你会从后面进攻，哼，完美躲闪。就算你计算的再准确又怎么样？你能挡得下我们的双线进攻吗？大葱，情况不妙啊！笨蛋，他们是逃不过我们的计算的。哇哦哇哦哇哦！小虎队的双线攻击，这次让英才队防不胜防。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们这么聪明，怎么可能输给这种三流队伍？ 干得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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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哈哈，这可要归功于我队长丰富的战斗经验。有我们的加入，蜘蛛侠就能保留更多的能量来进行配合进攻。哎，哇哦！小虎队的攻击似乎越来越猛了，英才队内场的两名对手不停的在掉分。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啊，这股力量是他？谁说我们是弱者？ 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猛虎金刚闪！啊！比赛结束，小虎队获胜。哇哦！小虎队凭借着队员们的配合，最后时刻逆转了比赛。 赢得了恒星联赛的首场胜利！当然了，小虎队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哎呀哎呀哎呀！做得好，猪猪侠。超人强，谢谢你加入了我们。嗯，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好。<笑>哎呀！哎呀！ 别害怕，别害怕，即使就要离开我的家，禁不了，挡不住，好奇的心一天天发芽。别害怕，别害怕，还来不及撒娇就要长大，抬起头，迎着风，现在就出发。 祝你祝你吉祥。